嗨，各位小财神，今天过得都还好吗？我是宝可梦，今天的主题非常的令人感到兴奋哦，因为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永丰大户我们专属的开户活动，在七月跟八月份要来送什么啦？就是这个哦，昨天呢已经有就是发帖文跟大家分享哦，哦你会发现哇，我这边有好多哦。那我要先跟大家讲哦，这是我们六月份的奖品，好，六月份的奖品的部分呢，在我手上。那我们就是在上半年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会把它抽出来。好，那之前的规则的话呢，看之前的影片跟文章就知道了。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我们七月份、八月份要来送大家什么东西。好，有兴趣想要上车的朋友，赶快来看这支影片就知道了。好，我们呢先往下走。好，永丰大户七八月的特案登场喽。好。我们这次的专属活动走期是7月15号到8月31号，也请你务必要记得这个时间点，因为接下来呢，本团的活动其实都会用这个时间的切点来做计算。那么你何时上车，何时申办这个所谓的开户的部分，这个系统都会有时间注记，所以你如果提前办或者是之后再办，其实都不符合规则。好，那我们现在把活动简化了，好，就是用统一一个这个所谓的推荐代码的部分。那么这个推荐码的部分呢，在影片稍后会跟大家分享。好，那这次的活动呢，7月份跟8月份呢，我们就是有两档，一档是官方的，好，最高送600，怎么拿？等一下跟你讲，你拿不拿得到，其实看你自己能够解任务的等级而定。那么本团的部分只要有填推荐代码都有齁，那我们本团的部分这次加码了200组哦，这真的是花了好多时间去跟大户斡旋才有齁，所以这部分大家还是一定要多多支持，因为本团的影响力越大，当然就能够帮大家要到更多东西了。那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市场上面你随随便便填别人的推荐码都有的齁，所以这一定也是我们特别花时间齁，用我们的影响力帮大家争取到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把握。OK， 好，新户180，旧户20，好，这部分的话呢，就是只要八月份跟七月份有上车的朋友，就是符合资格，那你就可以参加抽奖。180人以内，人人有奖，超过的部分就是随机抽奖这样子。那么旧户的20组呢，我们稍后会公布真正的玩法，好，让曾经或者说你本来就已经有大户数位账户的朋友，也有机会可以取得这样子。好，继续往下走，官方的活动呢，第一个是200块，这200块怎么拿呢？很简单，它这里有写，就是你如果是大户新户，并且首次连接 LINE Pay Money， 好，完成政府的振兴回馈，就是刷3000拿2000的部分，那么大户再给你200，也就是多少拿到220，好，这是基本的第一个门槛。那么你的限量是前5000组啊，就是全台湾的人一起去抢。好，所以这部分的话，你有兴趣就是上大户的官网就可以看到了。好，那第二个的话呢，是官方的活动齁，一样也是这个振兴券的活动，就是 LINE Pay Money 呢，它有加码所谓的LINE Points 400点。那这个详细的情形呢，你可以上一下这个第五支付的振兴三倍券的官网来看一下齁。那我在这边也就是直接开给大家看齁，因为呢，这个我发现很多台湾的银行他们都是趁这一波，就是把那个很多自己自家的优惠然后跟这个振兴三倍券绑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哎，悠悠付跟宝可梦合作，然后就是哎也有推广活动。那么接下来呢，在七月底的时候还有中国信托的另外一波活动，那现在呢其实永丰大户呢也有针对 LINE Pay Money 有活动，所以大家都是想尽办法就是用各自的活动做绑定，那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资格跟机会，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自己利益，请你自己多多比较好吗？好，那像这边的话呢，它有这个这边有想到消费满额呢最高送 LINE Points 点数400点，这个玩鸟也有100点，所以你可以大户的活动其实就是200加400是600嘛，或者是晚一点的话就是200加100也就是300，好，所以至少都是有300的这个水准啊，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确认你自己本身适合的资格是哪一个，然后你再来决定上车好吗？好，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齁，我先换一下那个我们的 PowerPoint。 好，来，这就是刚刚跟大家看的这个画面，就是LINE Pay Money 跟这个三倍券的这个合作的活动的部分。那么你们自己就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那第三个，好，永丰金证券有一个大加码，这个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是同一个金控的，所以他们也有针对绑定振兴券
的 这些客户呢，来给一些所谓的证券交易的优惠。但是有哪些优惠呢？我现在开给你看哦。这个其实还蛮简单的，好，我这边已经做好这个页面了。嘿，就是这个有没有电子交易优惠大三倍哈？然后呢，如果你自己常常在买证券的话呢，它这边也写到，就是你台股交易本来100万以内有这个额外的优惠，但现在也把它提升权限到300万以内，都有非常低的低手续费。一般而言，证券交易之前做过影片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所谓的费用的话是 0.1425 的大概六折左右，但也许你的这个交易额够大，你可以跟他谈到就是五折或四折或三折。好，那目前市面上最低的应该是这个所谓的奔雅证券是17折，好，那再来的话是星光证券的28折，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都有介绍过。那第二个是这个封存股，封存股的部分的话呢是1万元以内呢，目前交易手续费都是只收1块钱，但是如果你要忽然间有一笔大额进去，你超过1万元在同一个标的的部分的话，它会开始跟你收照正常的手续费收。但如果你是振兴券绑定的部分的话呢，它可以让你提高到3万元以内，就是你一个月的薪水投下去都是只收1块钱呢，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好，所以你自己本身有这个所谓的下单证券需求的人，虽然说振兴三倍券不能够让你拿来投资，但是永丰金证券的活动是让你可以有更高的、更低的门槛，就是说，你的门槛，你的比如说你的下单是可以最高到300万，或者是每个月投3万块以内呢，都是低手续费的哈。这个是让你的成本压低，然后快速的进入市场的一个很不错的活动。所以这是我们大户官方给你们的这个活动优惠的部分。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确认一下说，这如果这是自己喜欢的，你就可以上车了。好，这部分就是官方给你的。那再来的话呢，本团要来做加码了，好，在这一定要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说这个大户悠游卡的质感怎么样。好，那你看这边，好，我因为我们有灯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是一个亮面的东西。那它的背面的部分，我看一下这个，哦，我把卡号遮起来，然后剩下的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的，有没有？它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然后呢，它这边又写到永丰金，后面又写永丰金证券，好，然后悠游卡。哦，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这个 QR code， 哦，所以基本上它有点类似像这个所谓的，很像是 IG 上面的那种拍立得的照片的感觉哦，那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你们仔细再看一下就知道了。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当然是要跟我们自己大户的这个搭配一下，有没有？哇，这是证件套的部分，我还留少数的一个两个证件套在身边，就是将来有机会我们要拍片啊什么的可以用哈。所以如果你取得这个，然后你把它放到你这个非常专属的证件套，有没有？哇，好好看哦，哈！所以呢，你看我这样带着去上班，是不是感觉就很好呢？好，所以这边呢，我们这是上半年要给大家加码的20组，好，20组都在我这边了。好，这个是我们在7月中7月底之前会抽出来的。好，这是上半年有上车这个我们永丰卡的朋友，新户朋友就抽20个人送。好，那下半年的活动一样，我们会旧户送20组，好，所以送的就是这么多这么棒的东西，只要跟团卡板帮，好康永远 A 不完，好不好？请大家一定要就是锁定本团。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就是现在到底要怎么给大家这个奖品哦。好，卡板帮的指定上车代码是 Cartopia， 好，本来它的我们全文完整的是 C A R D T O P I A， 但是因为太长了，所以我们就把中间的 A R D 拿掉，就变 Cartopia。好 ，CTOPIA 将是我们卡板帮跟永丰永接下来后续合作的指定代码。那么我们接下来会以时间来做切割，比如说7月15号00:00开始到8月31号24:00，这中间的这所谓的6个礼拜就是大家可以上车的时间。好，也请你们要特别去注意哦，以后都只有这个代码了，之前的代码都失效了。我们就是都是针对代码来做活动这样子，所以你们就是要特别去注意。好。活动是7月15号到8月31号，再上车才符合这个所谓的领取资格哦。好，我们在后台的系统都会去做鉴别，这样子。好，那新户180，旧户20。新户180很简单，就是之前都没有大户数位账户的，你只要在7月15号到8月31号开户，就有资格可以领到这个。好，那当然，如果人越多的话，就是用抽的。我也希望说，本团的影响力如果越来越大的话，那当然大户他就愿意给我们更
高的这个产品的数量，那每个人就更有机会人人有奖。只是说在这之前的话，大家还是要一起努力，赶快把这个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友，让他们一起来开户，好吗？那旧户的玩法呢，我们会在7月15号有正式的影片跟文章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基本上的话呢，不外乎就是可能要要求你进行就是存钱啊，好，或者是说换汇的部分。所以你自己如果本身是真的很有兴趣想要拿到这些限量的产品的朋友，请你就是准备好你的钱钱好吗？好，跟银行打交道本来就是要存钱嘛，好，所以也请你就是一定要把握机会，好，然后赶快来存钱好吗？甚至是支持一下宝可梦，好不好？然后就是你有一本书的话，然后就是有来截图哦，那就有机会可以就是多一次抽奖机会之类，这都有很多种不同玩法啦。那我们就是这几天我会再好好的思考一下，看要怎么玩，怎么设计活动会更有趣。那么就欢迎大家7月15号之后来参加活动喽。我是宝可梦，好，也非常的开心，就是大家可以来就是参加这个活动。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你就是订阅一下，然后小铃铛开起来，最新的活动消息才会立马通知到你家。也非常欢迎你按赞、留言、公开分享这支影片，让身边的亲友知道大户数位账户的好，让他们一起来跟团，好吗？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